点点，答应。啊，妈妈问你话，你早晨起来了，第一件事想干啥？啊，带绳溜溜去啊？那溜溜回来你家还干啥？啊，喝水水呀？喝完水干啥？吃饭饭。那你吃饭饭干啥呀？干啥？啊，这杨宇睡觉觉啊，是吧？啊？是啊。那你睡觉之前妈妈干啥？啊，用除螨喷雾喷喷窝窝，对吧？啊？对吧？啊？对呀、啊。搁哪里喷？啊，搁这喷呐。家人们啊，除螨喷雾活动来了，16.8元买一瓶送一瓶，升级款的是26.8元，也是买一瓶送一瓶哦。像床上可以喷，枕头上面可以喷，还有衣柜里都可以喷，小狗窝里更要喷哦，毛孩子身上也可以喷哦。点点，你那小窝除螨满了。啊，今晚啪啪睡觉了，我宝真乖。